走走，看看还有啥？哎，今天还是挺有意思。每次我一个人来，我都看不懂。你下次来，你都叫上我啊！每次来，你都叫上我，我来跟你学习学习，我拜你为师得了。真的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。得跟着懂的人过来讲一讲啥的，上个手看一看。我现在基本能看出来，这个晚清民国我能看出来，你要到三代我就看不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广彩大屏，这广彩大屏还可以啊，这多少钱？是吗？这是光绪，这个有，这算全屏吗？还有盖儿呢。有盖子，这个完整的，但不知道不一定是全屏哦，这种它是吗？有的可能可会有以皮拿纹。起来看看，拿起来看看。Hello, Morning, sir. 这个断掉了。Okay, it's damaged. Yes. Okay, unfortunately. Sorry, How much is the sorry. price? No. It's 120. 120. Do you know what's the age for this one? 19th century. 19th century. It's a great shape. Yeah. 一般这种瓶子的话，很多都是没有盖子的。对，它得有盖子，很难得。对，这个有盖子完整，但是没有盖子这样。能看看它的底吗？千秋瓶反而更符合我们的审美，就是有盖子的话就有点太外销了。对，看看它的有没有底。他刚才说120是吧？对，我也忘了。120，我看看他那个断的地方，看看。这个其实挺容易看见的哈，而且老外。他这个不算修的好，就是普通的修的很粗糙。嗯。脖子整个断掉，粘了一下，然后稍微补了一点头。嗯。这个不行，属于老破财，不要。Thank you so much. Very nice item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How you doing? You're right. 走走，再看一个。哎，还有点东西。有东西是有东西的，就是它这无论如何总归都是有一些的，就看组合。有的是价格不合适，有的可能就品相太差了。像刚才那个康熙的瓶子，如果全品的150磅就很值得买。康熙那个瓶子哈，但是修了，对吧 ？Damage。这个刚才关里边，现在还有外边，有说有啥说啥。老外的家具真是好，这种老古董家具，我们往外边走一走。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外边多少度啊？现在外边估计是5度。这老外挣钱也挺拼的啊。这据说夏天的时候人会比这多得多，而且估计外边这个场地费要比里边要便宜点，所以大家都是在。这种大型的家具都是在外边。我们看看这个我就奇了怪了，这老外这个玩意儿能卖钱，这都我们都当垃圾扔了。但这桌子还真不错，这看这桌子也有点年纪了。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瓷器啥的。哎，这小桌子茶几，哇，还得这里边有多大？这走过去得走一段吧？很大，这整个外面一片场子都是。外面整个都是，得有个1000家有吗？你觉得？可能有，反正很大，走一走就知道。那边有个笔筒，那是笔筒吗？帽筒跟笔筒区别是啥？比较小，帽筒是以前放官帽的。放官帽的，哎，给我看看。后来就逐渐演化成了，装饰的，插花的。插花的，这是，看看这个，这居然有龙啊！一看就是民窑，有龙的不敢那啥。这几爪龙啊？1、2、3，5爪龙。这啥说法呀？如果是对的话，那就是官窑了。那这个是新的。新的呀。看看它的底，小心点啊！看看它的底，小心点。哎呦，这下面写的啥字我都不认识。下面写的乾隆，大清乾隆年制。大清乾，这写大清乾隆年制。号还蛮大。是，但这个是不老是吧？对。
怎么看出来不老呢？我说我的感觉啊，我外行说啊，看的就是反光太强，就是我们说的没有老气，贼光，对对，哦，这个叫贼光是吧？就反光太强了，就没有老气哈。那这个估计是，然后底胎也是现代的这种胎质，底胎也现代胎质，一看机器弄出来是吧？而且这个款应该少写。这不是印上去的，是对电脑那种，电脑打上去的，挺好，放在家里这个插个花也行。哦，这是官，叫帽瓶，帽筒，对对对对对，原来有笔筒和帽筒是吧？这挺好，其实多看看这种也行哈，这不能说假，这东西就是说不老，对吧？不老，对，放家里插插花，插插花也，哎，问问多少钱呗。Morning, sir. Yeah, how much for this one? 60. Oh, yeah, I saw it. 65. Yeah, 65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65万有点贵了，600块钱买一笔筒有点贵了。我们来这个见假，不见老见新，对吧？咱也不说见假，见老见新。Helen，你以后真的都带着我出来转一转，玩一玩啊。哎，这个瓶是啥瓶？日本的，我猜啊，我先猜，日本的。这个看得像日本，不一定，法国有。但是看得不错，这小桌子也不错，小桌子也不错。你家的桌子比他是吗？这新的呀，桌子。桌子，我说桌子比他老。哦，桌子比他老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个你看。哪呀？没看清楚。Made in England， 啊，英国的，挺好。I'd have to park that big ass van in Holland with all the bikes everywhere. Do you know what I mean? 这现在天气好了，出太阳了。刚才来的时候，给我冻得嗖嗖的。现在出太阳好点。这些东西都当，让我们中国人都当垃圾扔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冰梅，快看看看看，什么叫冰梅呀？梅就是那个冰裂纹，然后上面画的梅花，这种是康熙时期最早出现的纹饰，属于文人比较喜欢的那种。文人比较喜欢的，对对对，哦。梅花本身就是。你先不要说啊，你先看看我的眼力咋样啊？这个我觉得，最多是创汇。大清雍正年制，底台这个如果对的话，那是个好东西，但是五位数的，很贵的。人民币还是英镑？人民币。哦。五位数，好几万。那这个是什么时候仿的呢？这就是新。新的。现代。纯新，现代仿。有。青花釉里红好品种，因为它两个都属于釉下彩，然后它是一个是需要更多的氧气，这个是需要更多的二氧化碳，就两个很矛盾的环境烧出来，所以就难度很高，就稀有品种。如果对的话，那确实是就直接收了是吧？那就不用想了。来，再看看青花釉里红，